好，大家好，我是老卢。我们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讲的是关于质量度的优化与具体的一个调整。这一块会针对一个星级，就是说1到2星、3到5星，或者是说7到8星，它的一个具体的调整策略。具体的调整策略。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临时质量度。对于新提交的这些关键词，它都有一个临时的质量度，但是这个有很多的同学会把它误以为是，我的质量度非常好啊，但是的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临时质量度。突然在3天或者是说5天之后，质量度突然下滑，他找不到原因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马上就把价格调高，然后把匹配放宽，然后赶紧的去写创意，有一些推广的大约写了10多条创意，但是的话还是没能挽回他的推广质量度。那么像这一块，我们该如何去优化呢？首先，要争取一定的数据的一个积累。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尽量去设置低价去测试，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是要出10块还是多少的情况下，如果你知道有一定的数据积累，那么你这块就好做了，你就可以设置一个比较很明确、很精准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范围，出价的范围。这样的话，它就比较稳定。好，我们把它给登录一下。3KYV，好，点击登录。在推广管理里面，我们从这个位置推广管理，在推广管理的这个关键词层级，新建的这个关键词，它都有一个临时质量度，看到吗？像这些就是临时质量度，我看到这一排。有可能这一块变成生效之后的话，变成有效之后的话，那么这一块就有一个临时质量度。一般的临时质量度的考察期是1周，也就是7个工作日，7天左右。7天之后的话，它才有可能变成正式质量度。但是的话，这个正式质量度的话，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话，就是说有可能会往上走，但是的话，有可能往下调了。往下降，从4星，有时候一上线的时候，我要发现7、8星的比较多啊，不代表你的质量度是很精准的，有可能会往下降，对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临时质量度的话，我们暂时先别做优化，先别做优化，然后观察7天左右上传，只要它有排名，价格的话可以略高，也可以说是。把匹配放宽，走一个量的一个策略，也就是把匹配设置成，我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修改匹配方式，选中你增加的这几个关键词，看到吗？这几个关键词你刚增加的，对不对？或者是你针对某个推广单元，你新加的推广单元里面关键词也是新加的，像这些，你把它全选，然后设置匹配模式，在匹配模式里面有3种。看到吗？有3种匹配模式，一种是短语，一种是核心，还有一种是同义包含、精确包含。那么选中短语，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看，一般默认的话是一个短语核心包含。当选择同义包含，那就是同义包含。我们的方向越往右，它的精确性。越高，也就是说，我们和点击核心包含里面的包含是有一些核心部分是包含在我们的关键词里面就 OK 了。如果设置了精确包含，基本要搜索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关键词。像这种你的价格偏低，那么压根就看不到展现；价格偏高，有可能出现恶意点击。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要默认为广泛，先保存为核心包含。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多，你可以设置广泛。设置广泛的价格的话是相当低的，但是的话也不能说是低到什么程度，2毛3毛的啊，这种没有。这个的话最低的一个展现价格就是0.5毛。如果你是做360跟搜狗的，那可有可能会出现0.3毛的一个最低展现价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质量度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些的话，可以通过在便捷管理里面，便捷管理里面也有一个质量度，
但是这个质量度的话，是一个它的一个分配的比例，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你的质量度它的一个关注程度，看到了吗？你看这一块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是计算机的。如果你想看移动的，那么你就选择移动的。移动的质量度从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偏高，都在六星。生效关键词的总量，这些是不是在影响我们的质量度，对吧？生效关键词是55个，55个。那么用你的总的数量来去解55，那么就知道你矢量词的数量，失效词的数量。失效词的数量的话，希望是越少越好，尽可能的降到零。我们再来看一下计算机的，你看计算机的呢，它的质量度的话是四星的偏多，四星的在26个，六星的话是在2个，这个是没有点击完整。你看，如果我们点击这里三星的，是不是有？那么再点五星的，五星的是不是就出现了，对吧？然后我们再点七星的，那么有可能七星的就出现，因为每次的话可以点五个，它不可能是进行全点。再往下是有一个优化的建议，因为我的账户的话现在是没有进行正式的上线啊，正式的上线是一个虚拟的没有充值的一个账户，所以这一块它就没有优化建议。一般情况下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优化建议，在这个位置是一个进行一些账户的诊断，在8点20分左右进行了一个诊断，你可以选择重新诊断，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块是账户的质量评分，账户的综合质量评分。那么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去看到，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去看到。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针对于一星、二星、三星，就像这些，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把这个放大，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个思维导图来去参考一下。好，现在的话正在打开思维导图，然后点击确定。好，我们把这个往左边拉一点。零到一分的质量度，就是在我们当我们打开我们的推广后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零到一分的有多少关键词。我们把其他的全部关掉，我们看一下有多少。通过这个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零，也就是说生效词里面，生效词里面有零到一分的是没有的。要么就是正在出现在审核状态，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种。点击搜索推广，进入到里面，点击推广管理，在推广管理里面选择关键词，关键词这里出现正在审核中。如果这一块变成无效，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里总的关键词有多少呢？有251个，但是生效的关键词的话有55个。你可想而知，我们生效关键词的比例是特别特别大的，对吧？它的比例差值，所以像这种我们的关键词就会出现，你看像暂停，这些都会导致关键词的无效，它的一个状态。你看这是广泛的匹配。那么针对于一星的，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根据提示来去优化。提示在哪里呢？我们上线的时候，你看。或者是说不上线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我们鼠标放上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提示，关键词历史展现不足，那么暂时没有竞争的数据，请积累展现。积累展现的话，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先放宽，也就是降低，降低它的紧度，也就是不往上调。那么我们的价格的话有点偏高了，用户去搜索的话，那么排名都会偏靠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把价格降低降低价格我们就不去修改，太简单了然后选择这一块，然后把这块修改。首先我们要点中的是推广单元，因为这样的话有一些同学会把整个推广的账户里面的所有关键词都把它设置成一个一样的价格那么你再去调的话就不是很好调，我们把它降到1块钱 1.3， OK， 点击确定。那么这里面的话就变成 1.3来匹配我们的广泛我们的广泛匹配。还有第二种是重新增加调整，如果你上线这一块也变成了有效，
变成了有效，你的账户的质量度的话，一直都处于一星，一直都处于一星。像这种这一类的关键词，我们把它删除，重新修改，重新修改，知道吧？重新增加。还有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是第三种方法是全面整改优化，也就是说，从推广账户的一个计划层级开始入手，把这个重新新建，包括我们的创意，包括我们里面的附加创意、高级样式这些全部，还有否定关键词，还有价格体系、推广的时间、推广地域，这个的话就要全面整改。但是其他的话不要去做，不要去做，除非你这个账户的话是一个新账户，什么数据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这样来去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二星、三星的关键词，我们又该如何去整？啊，把这块放大，优化什么呢？优化点击率。优化点击率，我们这里面有几个方法。第一，优化排名，优化排位。那么提高出价，匹配的调整就调整匹配的话调高，价格调高，像这两种就可以把你的排位拉上去。结构良好，这个是刚开始建账户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对吧？还有推广样式、高级样式跟附加样式，我们就不去讲了，对吧？这个太简单了。撰写创意，撰写创意的话，从创意的飘红，飘红要合理，标题也要飘红啊，因为标题飘红的话，才会有我们的一个点击率。还有什么呢？还有关键词的选择，在单元内最长啊，选择最长关键词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函数 VLOOKUP 来去设置，选中在推广客户端里面找到我们的关键词，点击。啊，在这里面点中啊，选中这一块增加，然后我们再返回，这一块比较卡，因为早上的数据有点慢，有时候点击搜索推广，数据加载中，这个的话根据你账户的大小，如果账户小的话，那么加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选中关键词，然后选中我们刚才所增加的那个推广单元，因为没有下载账户，我们这里就不去下载账户了。选中这里面找一个推广计划，好，这里面 Ctrl 加 A 全选，这个的话是整个推广计划。假设我们要找某个推广单元呢，这个可不可以找？可以的，选中这个推广单元，Ctrl 加 A，Ctrl 加 C 复制，Ctrl 加 A 是全选，然后在这里面新建一个。啊，新建一个统计表，然后把这块打开，然后粘贴过来，然后其他的我们不要，我们要找的什么？我们要找的是关键词的一个最长关键词。OK，把第一行删掉，然后这一块有一个排序，点开数据进行排序。看到了吗？哦，这是点筛选排序，选择降序，这样就 OK 了。然后或者是在这个位置插入拉一个等号，然后是 number 啊 number，那么这个的话代表是找出最长关键词的字符，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个字符比较长。双击，看到了吗？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排序，就知道哦，这个推广单元里面这个关键词是最长的。你也可以做批量操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通顺度，这个是最长关键词找到了，那么单元里面的最长关键词，还有什么呢？还有创意的通顺度，创意的通顺度我们在创意篇里面讲过了，对吧？在前面一部分，还有创意的吸引度的提高。那么创意的吸引度的提高的话，我们要从我们的设计上面，从内容上面，对吧？从这些方面去开始入手。那么优化着陆页，从空间的稳定、着陆页的设计，那么质量度的页面的优化、创意这些方面去下手。当这些有一个页面有一个不相关，都会对我们的质量度都会产生影响。那么对于二到五星，我们可以这样来去优化。那么对于5到10星，就是说这些关键词的话都是比较有展现的了，有点击，有排名。
素质越高，排名越高，啊，质量越好，点击价格越低。那我保持关注，而且还要不断的去优化创意，看一下哪些创意是比较好，把它更改一下，稳定排名，适当的去提高我们的出价，把我们的预算增加一下，因为我们增加预算的目的就是有可能出现恶意点击，导致我们的关键词提早下线，因为这些关键词都是很有效的关键词，所以为了保存这些关键词，我们要在下一定的学板。好嘞，感谢学习，我们下一节课程中再见，拜拜。